你知道吗？我们发现了一颗神秘的系外行星候选者，代号为 COM 571.01。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，你将了解这颗令人惊叹的星球。这颗系外行星存在于遥远的银河系，其独特的轨道特点让科学家们对其充满好奇。它的大小和质量与地球相似，科学家们猜测它可能拥有液态水，这意味着它有可能支持生命形式。COM 571.01 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大突破，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解开更多谜团。保持关注，了解最新的太空探索进展。喜欢这个视频吗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令人兴奋的内容。点击喜欢按钮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